日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西伦敦 Song Street Wimbledon 的一个全新的住宅项目，提供九个 apartment 和四间 townhouse。项目位于 Wimbledon 传统富人住宅区，治安非常之好，一英里之内有十几间的 good 和 outstanding 的中小学，包括伦敦传统私立名校 King's College School。 我们现在就入屋参观一下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嚟到 show home 啦。咁呢个系一个三房三厕嘅 townhouse 嚟嘅。咁入门口玄关呢个位咧，左手边咧就系我哋嘅客厕嚟嘅。咁佢入边嘅墙身咧用咗呢个深蓝色海军蓝嘅一个设计啦，有啲复古嘅 feel 嘅。咁咧系用咗金色嘅水龙头同埋白色嘅洁具啦。咁入到嚟呢个厅呢个位咧，左手边咧就系一个开放式嘅 U 型嘅厨房。用了这个混石的台面，橱柜和这个入墙式的电器都已经全部包了。进来这个右手边有个 storage cupboard， 可以放一下一些好像吸尘机啊，或者扫把啊、洗衣机啊之类的东西，空间都挺大的，非常之实用。咁呢一個 floor 咧，其實佢係用我哋叫做 underfloor heating 嘅，咁所以喺個廳或者講喺呢個廚房嘅位置咧，我哋係唔會見到有任何嘅 radiator， 即係呢個暖氣片嘅出現嘅。呢個客廳我最中意咧，就係佢呢一個落地嘅 French door， 你可以咁樣開門出嚟，但係亦都可以咧將佢全部開曬嘅，跟住摺疊翻。这个门最大的好处，除了自然光线非常好之外，还可以好好地将室内和室外连接在一起。收楼标准其实都包了这个草坯和做了这个 patio 的。上到来一楼呢，前后有两间房的。我哋先睇下后边呢一间，系一间套房嚟嘅。咁呢度系其中嘅一间套房，个面积都好实用嘅，同埋配备咗三个大窗。咁我哋嚟睇一睇呢间 family bathroom。咁呢個咧都做咗一個浴缸嘅設計啦，包括有呢個 hand shower 啦，同埋呢個 head shower。咁咧呢度咧都做咗一個嵌入式嘅鏡櫃嘅設計嘅。跟住我哋再嚟睇埋呢一間客房，都係做咗三個落地式嘅玻璃窗，所以呢度嘅採光係非常之好。加上呢邊咧係屬於西南朝向，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可以講係陽光滿屋。上到嚟二楼呢个主人房，咁咧右手边就系佢个套厕。呢度嘅设计咧同楼下有啲唔同嘅，因为咧佢用咗白色嘅混石做瓷砖同埋地板，跟住个洁具咧亦都换咗系黑色嘅龙头同埋白色嘅洗手盆。呢间房最大嘅亮点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窗嘅设计，咁呢个天窗咧可以有更好嘅自然采光之外咧，同埋就好特别咯。咁呢種設計其實喺英國係好少有嘅，我相信喺香港應該都好難會見到，因為咁樣嘅建築成本就會增加咗啦。咁睡房嘅呢邊咧空間都好大嘅，咁呢邊咧送埋呢個入牆衣櫃俾你啦。咁呢個位咧仲可以做女主人嘅梳妝，或者係做下瑜伽休閒嘅地方。呢四間 townhouse 面積由1107尺至到去1356尺。售价由975,000至到115,000英镑，而 apartment 只剩翻一间，面积851平方尺，售价75,000英镑。Wimbledon 是一个优秀的居住地区，周围有很多公园和绿化地，项目连车位发售。每个单位都拥有自己的私人平台或者露台，而且交通配套完善，步行4分钟就去到 Haydens Road Station， 19分钟就去到 Wimbledon Station， 往返伦敦市中心非常方便。
呢度亦都系世界著名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嘅所在地，亦系传统中产家庭嘅聚居地。我觉得呢度咧都好适合香港家庭落脚嘅。咁呢度嘅交通配套好啦，治安好，环境好，校网好。咁同埋呢度嘅楼价咧，相对嚟讲系比较合理嘅。呢一区基本上平均房价系喺大概$1 million左右。但是如果是新建的房屋是非常之罕见的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盘有兴趣，快点联络我们吧。跟我们买楼有很多优惠，整个买卖过程一条龙服务，英国、香港都有专人贴身跟进，令你买得开心又放心。